你知不知道我这练了多久我没有笑场，我多么 hold 不住。你也太不好了，姐太不那个美了，我都过来多长时间了，走了。哎呀，你说我们这儿跑过来多长时间他就都才走？没事吧？下来吧。没事没事，他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经理来啊。嗯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和他们已经谈好了。没下了吧？没事没事。不是，刚才已经跟他那个谈好了，然后刚才那个给曹哥什么的打电话了，好像。然后聊这事儿吧，聊这事儿。嗯。没扎着什么的吧？没事。一盘子，然后刚才跟他们那个谈，别害怕就行。我给你倒点水。哎，没事。我叫那谁。不是，你要一个多少钱？我刚才我说了。我刚才那都那什么了，都谈完了，都谈完了，其实没什么那什么。我先去，让你给倒点水。服务员。小叶。瞎。他也说那服务员也不看着点儿，知道吧？没，不好意思，是我，都是我的错。不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你知道就。不是我过来了，怎么转脸还是倒了？可能我应该用劲儿了，他就。行吧，那您先在这儿休息着。嗯，我去那边看看，看那行吗？好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走了。嗯。没事，我刚才怕扎着他呢。扎没呗，好几万，你扎好几万，那怎么办？哎，坐着。好了。吓着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谁敢擦完？我不敢擦。我，你蛤蟆，你跑我这儿干这个来了？不能这样啊！啊。知道了。啊。跟他说。再一次回到拍摄现场，朱燕还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，刚才可真是被吓得不轻啊！接下来摄制组会不会心慈手软放过周燕了呢？拿一个东西把那块给我填上，不好看。还拿？什么拿呀？你看看你，快！再给我拿一个东西啊！曹哥那边我跟他有招呼，我跟他说啊。对。我跟他喊的。没事，我们这边就全搞定啊。没事，姐拿这个，大姐。那我不敢发。没事，就是一切咱们都以这个把片拍好为准啊。行吧，然后一会儿有什么事叫我吧。行，好了，对不住了，兄弟。啊，你。没事，姐。哦，对，你要调整状态，咱们拿出咱们专业的范儿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咱们专业的水平了。来，第二条啊，3、2、1，走。看得出来，这一次拍摄，周燕变得格外的小心。但即便你再怎么小心，也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。要阻止新相邻里意外的发生，可是不容易的呀。嘿嘿，周燕，这一次你可要留神了。哎，一姐，你帮我扶一下来。好嘞。哎，来。不对，它里面有东西。怎么了又？你们家库房里面有是养宠物的什么的吗？这库房是吧？刚才从这伸出一个棍儿。这里没东西不可能，我们这里边。不。什么东西啊？这里面是什么地方？是库房？不，这等会儿您咱们别那什么，这里是放那什么的，放我们那精油什么的，推背开背那精油。你先等会儿，这瓶子怎么又碎了？这个不，他一个棍儿要把这个瓶子给裸过去了，这样的。这个。不，我是确实是亲眼见的。这是我们拍卖回来的。不行。这是拍卖回来的，10万。